大家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Siti Aisyah， 你们可以叫我艾莎。我的号码 GZH46， 我是印尼人，我从来在西爪哇岛，我今年30几岁，我初中毕业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的妈妈，我的爸爸是农夫，我的老公在马来西亚工作，我以前有去新加坡工作，照顾2个小孩2年了，然后我也是去台湾工作10年，照顾阿妈，阿妈中风。阿妈80岁，好，我介绍好了，谢谢。